7月14日，宋慧乔在摩纳哥接受某杂志采访，有杂志编辑在个人社交网站晒出两人的合影。照片中，宋慧乔一身粉色裙子，头发随意挽起，妆容精致，宛如少女。当天她大方地展露笑容，状态一直都很好，疑似已经从离婚阴影中走了出来。宋仲基于26日向宋慧乔提出离婚调解申请，正式立场中称，两人都希望圆满地结束离婚程序，而不是互相指责。私生活方面的事情很难一一告诉大家，希望大家谅解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